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多宝宝今天准备在家里啊，要睡一天的觉呢。妈妈说她看了天气预报，未来十天每天都有雨呢。那多宝宝就不能出去玩了，只能在家里睡大觉了呢。刚准备睡觉，小宝贝就来了。小宝贝现在可吓人了，他只要一来的话，多宝宝就没办法睡觉，在家里可吵可吵了呢。小姐姐躲着他，可是他还不干。最近几天，他还学会告状了。只要不跟他玩，他就跟爸爸妈妈告状呢。你看，这会儿他就生扑过来了呢。爸爸妈妈，快救多宝宝呀！小宝贝过来搂我了呢。多宝宝可不跟你玩，万一碰你一下，你还叫唤，多宝宝才不跟你玩呢。多宝宝想去找爸爸，看爸爸能不能保护多大宝啊。多宝宝正往爸爸这走的时候，小宝贝就跟来了呢。那多宝宝也不在爸爸这待了，多宝宝赶紧藏起来。多宝宝看看在哪待比较好呢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给多宝宝找一个，让多宝宝消磨一下时间呢。看着小宝贝去爸爸那欺负爸爸了吧，多宝宝要是没走开，这会准保欺负多宝宝。小宝宝最近可喜欢贴啊贴亲啊亲，然后搂伯伯了呢。看他又去爸爸那跳啊跳的，可会粘人了呢。可是小姐姐不喜欢和他粘啊粘的，夏天这么热，天天黏在一起，一点也不舒服呢。爸爸说他帮多宝宝报仇，把他搂着搂紧紧的，看看让他也感受一下是不是特别烦人。那多宝宝也回来，多宝宝刚回来准备跟他们贴一起，发现小宝贝就要过来。每次想和爸爸贴一下的时候，小宝贝就转过身来了呢。多宝宝可不想让他上我身上来贴呢，所以多宝宝随时都得做好准备，躲着点小宝宝才行。他要是一过来，我就跳跑。看他这会儿好像又要来了，那多宝宝可得下来了呢。这小宝贝一天在家里啊，可真淘气，多宝宝可得躲着点呢。